天你老母！ <笑>大英国师傅不打架的，但是你们一定要道歉，道歉我答应应该，我打你北癌。不要动啊！你说过不打架的。我不是来打架，我是来踢球的。 <音>钱在身上啊？有。三毛，这算不算是抢劫啊？算。你学过螳螂拳吗？研究过。那就不要再侮辱少林武功。哦。